晚上好，有没有朋友是在雪隆地区的？有一件事情要你们做的，举手一下雪隆地区的朋友，来举手，什么事？什么事？当然是明天你的事啊！哈是哈是哈！哈哈、啊！哈哈、欸！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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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天相信有一件大事来来。是，如果你有有 follow 我的这个 Facebook 的话，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不知道，一定是没有 follow 我的 Facebook、嗯。对，也发了这一个通告下去，<laughs> 就是号召，如果你在雪龙地区的朋友，明天跟九八八有约哦，因为明天呃就是在我们有办一个活动，就是在华总的总部总部哈大<对>大厦那一边，在这个 Sri k o m a m a n 是是是是是，嗯、这一个名字就叫做华总华博文创嘉年华。 是个非常大型的嘉年华会，刚才我是有被 brief 过了，呃，是有五十六个摊位的。哇哦！那边其实总数是讲六十个，但主播八已经是占了四个这么多。对<喂>，而且<有>我们自己的 DJ 自己加入去卖这个<是>卖那一个，主要怕他真的我没有嫌弃他，<laughs> 对我讲。<laughs> 你们干嘛要去跟人家抢？做什么？是不是有人做什么那种小呃甜点之类的？蛮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都很有意义的一些活动。包括说，如果你家里是有旧鞋子、运动鞋啊，坏掉或者是旧的，都可以拿去，坏掉都 OK。因为重点不是在拿出去捐给别人。这个我好像有，你知道我我还没有整理，因为被我刚刚。 就是清理了一批，因为这个疫情两年哦，有一些鞋没穿，它坏掉了。是，所以我就是刚刚才清理一批。如果坏掉，只要是运动鞋的话，其实它最后的那一层胶是都还可以用的，因为它是可以拿去再循环。对，这个是达到环保的一个呃重要的什么？反正就是为环保地球、为环境出一份力一下。好，来，我们进入新闻线了哈。 九八八新闻线。 九月二号星期五，你好，我是 Alson 冠贤。你好，我是湘君。星期五愉快。那明天啊，还有后天呢，我们九八八在这个华总大厦那边会有一场，诶、欸，算是可以跟 DJ 见面的一个活动了哈。是,是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文创活动，也欢迎大家去参与的。对，是一个就嘉年华会这样子，可能吃吃喝喝，而且是有提倡环保的。那去到现场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 DJ 啊，我们也是有九八八的档口，嗯、有四个摊位这么多的，是的我可以参与活动。呼吁大家哈，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就是。 明天抽一些时间去跟我们见面，我们很久没有跟听众见面了，<是>啊、尤其是很久没有见湘君的朋友，明天一定要去找他、啊对。对我有在现场哦。<laughs> 新闻主线，凯里透露呢，近日就会有一个决定，是不是不需要再强制戴口罩？阿努亚指出，会加强教育、罚款的部分，还有跨国合作打击网络诈骗。 法院说呢，罗斯马给纳吉建议的这个录音是最成的关键。涉嫌收取贿赂两百八十万令吉，帮莫达夫妇表面罪名成立。 没有错啦，五桶金那巴丹案，区国会议员帮莫达和妻子芝芝收取两百八十万令吉贿赂的案件，今天有了一个结果啊，就是这个在高庭这边呢是犯他们的表面罪名成立，需要出庭自辩的啊，地庭这边哈、啊、就需要出庭自辩。接下来的这个案件的部分呢，他们当然就要去为自己的这个立场说出一些论述。而地方法庭的法官罗兹娜就说到，控方是成功证明了两个人的表面罪名成立，而法官说到，虽然说第二十。 四名和第二十五名关键证人，也就是大众信托基金经济马迪阿都哈密和诺海利的证词出现了矛盾，但是呢，两名被告的提控是没有构成影响的。而邦莫达其实他是被指在二零一五年的六月担任联邦土地统一和复兴公司 f e l k a 这个非执行主席的时候就接受贿赂啊，进而，在反贪会的法令呃、啊、第十七之 A 条文之下，面对了三项控罪。 而芝芝就是邦莫达的妻子呢，则面对三个串谋贪腐罪。控方就是说，他跟邦莫达串谋受贿，呃，这个抵触了反贪会法令了哈。 两名被告一旦罪名成立，就可以分别被判处不超过五年坐牢，或是不少过五倍汇金金额的罚款。这也是近期之内三个备受瞩目的法庭判决。之前分别就是纳吉还有他的夫人罗斯玛嘛。对，那就说到昨天的时候，这个前首相夫人罗斯玛在沙拉越学校太阳能。 宫殿弊案当中就被判三项贪污罪名成立。罗斯玛他今天呢是有在上诉庭那边入禀申请，寻求推翻吉隆坡高庭昨天判他啊、呃、罪名成立的这个裁决。同时呢，他也入禀了另外一项上诉申请，也就是寻求重审的法官在尼退审。这之前他已经是有提出这样的申请了。嗯，那其实说回呃昨天判决之前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清楚的一件事情，罗斯玛没有马上就去做了这件事情，对对对因为他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他。 进入了下一个程序，他可以去提出上诉的。那因为其实昨天大家也在关注这这个法庭上面的判决是怎么样的。其实呃，法官是判处他坐牢十年嘛，也罚款九亿七千万令吉。那如果他没有办法付款的话呢，就要另外坐牢三十年来取代。不过法官也是允许暂缓刑罚，以便罗斯玛可以向上诉庭上诉。那罗斯玛这些罪名就有包括说，在二零一六年和二零一七年期间呢，就向商人赛迪。 啊，就索取贿赂一亿八千多万令吉，还有分别收贿一百五十万令吉和五百万令吉，协助对方取得价值十二亿多令吉的这一个沙拉越香区学校太阳能混合电工计划。那法庭发布了一些判词，当中有一些入罪的关键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关键哦，包括说证人的部分啊，录音的部分啊，还有纳吉批示等等的哈。这在看到法官他说啊，这纳吉和罗斯马的。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吗？Can I advise you something 的这个谈话录音呢，就显示罗斯玛控制了纳吉，而且是插手政府的事务。法官说，从录音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 被告针对政府事务是向纳吉下达一个指示的，而且罗斯玛他没有否认录音当中的声音是属于他和纳吉，而且还是有三名证人有能够确定说这个声音其实就是罗斯玛和纳吉，而被告试图通过夫妻之间的正常谈话来淡化这个录音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当中是涉及到政府事务，不是单纯的这个夫妻谈话而已的。嗯、那 Can I advise you something？这个录音其实曾经引起大家关注。是。那两年前当。 当时候的这个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花就带领着反贪会。 一次公布了九段，一共大约四十五分钟，跟一马公司丑闻相关的电话录音。其中一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Can I advise you something” 的录音，那就揭露了罗斯马不满纳吉的处事方式，还怒气冲冲的指示纳吉啊，以首相身份要拿起这个主导权啊。刚刚的那一句 “Can I advise you something”，当年就引起了大家热烈讨论，没想到现在也成为他定罪的其中一个关键了。<是>那这起案件中。 中的三名主要证人分别就是理查，他呢就是代表罗斯玛向另外两名主要证人，分别是赛迪阿邦还有拉因索取贿赂的。赛迪阿邦他是日拔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他和拉因之间是一个伙伴关系啊、呃，但啊、呃、这是生意上的伙伴了、啊。那拉因呢，他是在日拔公司那边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法官就说到，理查和赛迪都是有污点的证人，因为赛迪提供了贿赂，而理查呢则是公开承认他收取了赛迪。 底的汇款，但是不代表说，呃，这两个人是污点证人，但。 不能够说直接完全推翻他们的证词，因为法官认为坏人依然是可以讲真话的。重点就是供词的真实程度。法官他也在判词当中指出，虽然罗斯玛他否认自己只是他的特别官员，也就是理查向赛迪那边索取贿赂，罗斯玛也有坚持说理查他不能够代表自己发言或是做事情。而辩方那边也是有提出说理查他索取贿赂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罗斯玛。但是法官就认为这个说法难以被接受，因为在案。 案发的时候，理查他只是首相办公厅的一名职员，呃，法官认为说他是受到。 被告的指示才有信心去索取贿赂的。嗯，那最终我们知道，就是罗斯玛被判有罪嘛。那罗斯玛的长女阿芝琳就认为说，高庭的这个裁决是正确的决定，他也认为大家需要尊重法庭那边的这个判决。阿芝琳阿芝琳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说到啊，尽管我们的社会文化和对宗教的应用决定了很多主观的想法，但他自己还是保持客观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尤其在领导者方面呢、啊。 啊，包括说配偶方面，啊、呃，也或者即使他们是一家人，那现在法官已经判决了，他认为。 就要尊重。嗯，那揭发这个一马公司 OneMDB 必案内幕的、鲸吞亿万的作者就是 Tom Wright 呢？他今天是有继续爆料的，主要就是指责罗斯玛利用联合国和慈善团体来擦亮他自己的形象。Tom Wright 他声称，二零一六年九月份的时候，联合国当时就打算在纽约大都会举行盛大的晚宴，上面颁奖给罗斯玛，来表彰他跟儿童慈善机构的一个合作。不过，这个慈善机构主要还是由马来西亚国家资金资助的。 不是罗斯嘛？他个人资助的，所以 Tom r 就讲啊，当年他们就打电话去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说真相其实是这样子的、嗯<哼>，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一边还是坚持要颁奖给罗斯嘛。那之后呢，Tom r 他们就发现到说，原来《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克克里斯。 托夫呢，他也是其中一个得奖者。那 Tom Wright 这边，他们就联系了那边，就是发表发了这个电邮给另外这个得奖者。那这个得奖者他最后是拒绝跟罗斯玛一起领奖。那事件来到最后，最后呢，是联合国那边决定取消罗斯玛以身作则的这一个奖项。嗯，那罗斯玛的案件昨天下判之后，他也成为了大马历史上第一位入罪的前第一夫人。时事评论员许国伟今天早上在《时事一百度》的单元当中也有做评论。那提。 提出了关于夫人政治的看法，我们来听精华片段。从法律也好，从整个案件也好，那我觉得说，它其实关键还是在所谓的夫人政治。夫人政治有两种，一种呢，它是躲在幕后，大家没怎么认识的；可是呢，懂得走门路的政客跟商人，还是知道说这个后门所在，因为夫人政治就是权力的后门。 因为夫人是能够告枕头状，还有吹枕边风。那么，另外一种夫人政治是属于非常高调的，就是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夫人活跃于政界、商界，政商关系都非常密切。政客跟商人一看就知道，哎，这个人说话有分量。那么，看起来罗斯马两者都有，而且呢，后者的。 这个明显比较多，夫人政治不是出现在罗斯玛一个人身上，基本上政治领袖的夫人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夫人政治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他不需要去理会我去干预了这些事情之后会对国家造成什么样影响。可是问题是，你掌握权力的那一个老公，他总要去考虑这些问题嘛？第二个，夫人政治的问题是。 当你这个夫人要去告枕头状，或者吹枕边风，嗯、说你要重用谁，或者要砍掉谁，你要给谁功臣，给什么利益，你就决定于谁对你好不好。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就在于掌握权力的人，当你不懂得去约束家人的时候，这个家人很有可能就挖坑给你，甚至成为你身边的一个计时炸弹。 你说像罗斯曼的这些问题，不只是他有，大家熟悉的，包括说陈水扁的太太吴淑珍、马可斯的太太伊美代，这些例子都是摆在眼前的。但是为什么政治人物还是犯同样的问题呢？说到底就是完全不懂得去约束自己的家人。刚我们就说了嘛，权力的后门就是夫人政治。 能不能够关掉这扇后门？关键就在于这个掌握权力的人。嗯，其实我觉得做政政治人物、哦，他们的这个身世、他们家庭背景，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会影响着整个大局。是啊，就像有时候我们看韩剧也是一样，<laughs> 他们对呀、啊，也有展现出来，就是有时候你的家庭背景啊，有一些怎样。韩国的前总统、呃、你知道闺蜜事件？对，對所以政治确实，嗯，他涉及的东西蛮多的。 现在不。好，接下来这个涉及的层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广啊，说的就是卫生部要研究放宽戴口罩的措施。 你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嗯，如果你支持的话，选择 love；如果不支持，选择 sad emoji。可以去九八八的官方脸书那边投选哦。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这个事情了，因为台里有针对这个正在研究的事有做一个回应的哈。六守九八八的新闻线，这时候先来听潘妮戴佩妮的小小、哦，我们先稍微跟大家聊天聊天。呃聊天 <laughs> <noise> 我们要切换、啊，就是在脸书可以直接用吹水这样子。对，<laughs> <laughs> <laughs> 我本来想说吹水，<laughs> <對>但是觉得會給，因为 <laughs> 一直在想说一些人指责啊，这个 DJ 很不专业，整天。 我觉得现在 DJ 更那个层面更广，<啦>各方面的。我我我觉得也不需要到那样子的限制了，对吧？其实有的人还是有两两，就是分两派的。<Hey. S 1> 就如果是在 Facebook 的话，就是感觉可以开热一点。<laughs> 但我刚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很多新人就已经跟我讲，现在 DJ 跟以前不一样，<是>以前都是躲在后面,后面幕后，现在我们已经慢慢推到来前面。对，然后开始从以前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很规范的华语，到后来。 你在讲华语可以规范，但是除了华语之外，可以有时候也可以参一些广东话啊、英文啊嘛。它不需要一整句话你一定是要讲完华语，嗯，因为你知道之前啊，我在 s 迪轩的时候，嗯、就是一群人一起去，嗯、然后就中间就有一些模拟的时候在讲，嗯、然后我在。 讲话的过程中猜了英文，嗯，然后一回来，旁边的学员讲你掺了你，跟你讲了那个英文字，<laughs> 你知道，就是那种你会被因为讲了一句英文，然后你就被刷掉，那种很怕。明白明白但是我们平时很很容易就是 OK 啊，Thank you 啊，那种 Sorry 啊，<laughs> 對,對,對,对对对对对。可是现在就没有，似乎没有这样子。确实，因为你讲了一个重点，我们已经走向前了，就是说大家是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然后我们好像应该你更容易看到。 这个真实的我们，我们所以我们就得要，我觉得我们就得要以最真实的自己出发，<laughs> 你明白吗？就以前可能你看不到我样子，我可以换另外一个身份，嗨，你好，我是冠贤。<laughs> 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對對對你可以开始各种想象，对，大美女，帥哥对对对。<laughs> 但是现在就是你就是关贤哦，那你出去外面，你讲话方式也是这样子，那就是关贤来的，很真实、啊。甚至我们因为有社交媒体，很多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之间就是朋友。嗯、今天我就看到 Angelina Lin，a a n g e l i n a Angelina Angelina，对。<laughs> 呃，就是之前一直在我们这边那个朋友啊，对对对，我知道。他因为我之前 share 时候，我去唱那个录录新年歌，他就说、嗯啊、好想念你啊。我突然就讲说，嗯、哎呀，我们好太久没见了，我们都很想念你。这样子 <laughs> 就是觉得时常见面在这边聊天的朋友，對對對對他就是我们朋友，嗯、你们也是我们朋友。是么现在关系不一样了。哎、欸，<對>只想没有粉丝只有朋友。明天两位有开直播吗？ 啊、哎，有有有有，明天去到那个现场，诶，你是说这里的明明天七点半是没有啊？其 <對 S 1> 就是没有新闻线，周末没有新闻线，但是我们明天会有另外的直播，大概两点半吧，你们见面会时应该会有直播。哎 可能个别会有直播，但是官方直播的话，啊、早上十点到十，早上十点就有了。对你守着九八八就会看到有。看九八八飞速就可以看到我们其他地区还有湘君。我明天下午五点也有直播在我的连书。对对对对，因为我的节目访问大学生。你就 follow 这九八八，有。常会有很精彩的活动节目。而且明天也要听九八八，下午六点呢有这个呃罗医师。 我们明天聊比较不一样的东西，聊马来西亚创作，有多少人现在还会特地听马来西亚创作吗？你、哎、呀，哎，你看我们现在播在马来西亚创作，哎<著>、欸，来来了。來 九八八新闻线，有时候聊得太开心了，我们不小心错过那个时间。<吧> <laughs> 你好，我是姚晨冠贤。你好，我是湘军。啊，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来谈一谈网络诈骗的这个情况，因为今年以来，我们不断的新闻线跟大家讲，又有网络诈骗的案件啊，又怎样又怎样，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部分哦。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安努亚穆沙就说，网络诈骗日益猖獗，有受害者被骗，有的人的这个户头存款被盗走等等，警方已经接到了投报，还有调。 调查的案件是超过。 两万多宗，有一些空上法庭，有一些因为没办法追踪，导致这个调查是遇到了阻碍就停滞了。他认为政府有必要展开一个跨国的合作，尤其是呢跟邻近的国家啊，东南亚的国家一起合作，联手打击罪案的。那政府当然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希望可以提升我们人民的这个警觉意识，包括说，诶、哎、会教导民众怎么提升手机的安全的部分了哈。安努亚穆沙他还有提到说，政府会采取一个先发制人。 的一个呃，这样子防疫啊宣传的措施，来杜绝了、啊、从最根本的方式去杜绝，来解决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除了会成立一个就是呃由首相那边领导的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之外，也会成立一支特工队来研究一个新的认证方式。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特工队会去检讨所有的罚款的额度。第三呢，他们会设立一个中心，让那些受害者能够很快速的获得咨询。那其实是我们说到这个网络。 不安全，要一个跨国的合作。对，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打击打工骗局这个部分呢，政府也是要通过一个跨国的合作，才可以把那个被卖到去国外的猪仔营救回来。看到无极阿曼刑事罪案调查局副总监虎仙，他就揭露，截至到今天呢、啊，警方是接获的投报有两百四十五名马来西亚人被骗到去国外那边卖猪仔，那现在呢，其实只有七十三个人成功被救回来而已。 那目前被困的当中，有一些可能是因为。 呃，被这个不法集团他们严密、很密切的监控，没办法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有一些呢，他们可能已经达成 KPI 了，呃，赚了钱，留在当地，没有对外求助。警方就说，他们没有在足够的资料之下是没有办法去展开营救行动的。他也说，警方接到投报之后呢，就已经是有跟国际的刑警组织、东盟刑警跟外交部等等单位合作，去讨论要怎么样救出这些马来西亚的猪仔。那当中有一些猪仔呢，可能通。 过了非法途径就去到了别的国家，这种情况之下呢，警方那边就很难去调查跟行动的，因为没有办法很确切的掌握这些人的位置了。那打空骗局之所以会这么容易，那么多人的上当，主要还是因为开出的条件太过吸引。嗯、看到台北啊、呃、那一边的地检署呢，今天就一个欺骗人出境，还有买卖人口罪起诉九名足联邦的这个分子，这也是台湾第一宗贞洁的柬埔寨。 在人口贩运案件调查就发现，这个卖猪仔的人口贩运集团，他们会在网络上用这个高拼高薪招聘，啊，在这个方式呢来招聘博弈的荷官啊、AV 男优等等这些工作，听起来相当吸引啊。但是受害者就是被吸引去到国外打工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是被骗到柬埔寨那边从事电信诈骗。那如果不听话，他们就会被殴打、被电击。而且这个以竹联帮分子为首的集团，已经骗了。 八十八名台湾人出境，每一个人可以卖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美元，八十八个人总数大约就是七百万令吉的这个价格，就卖到去柬埔寨的诈骗集团那一边。八十八个人当中，只有二十二个人被救出来，相当可怕。太可怕了！这个人口贩卖集团他们涉及的卖猪仔，还有我们刚刚也提到网络诈骗行为，其实很多国家都在关注的。看到中国那边呢，中国人大通过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啊，呃，当中就明文规定了，境外诈骗损害中国人的权益呢，也可以追究责任。同时呢，当局也会加强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另外呢，那些涉及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人呐、啊，还会被列入一个中国当局他们的名单。啊，那当局其实也是有针对这些人呢，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刑法。所以他们接下来呢，不只是啊，是对这些呃在境内的人犯罪的人会有一些执法行动，甚至是可以对付境外的。 人的，对，其实我们就来换个焦点啦、啊。说到山哥，就是诺西山，昨天不是有提到说会研究撤除室内口罩令之后这个课题，然后就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来到今天，卫生部长凯里他亲自就回应，就说再给我几天的时间啦。我们已经在内部讨论是不是要强制戴口罩这件事情，嗯、很快呢就会有一个决定。那虽然我国现在官兵已经趋向稳定，但是资深的儿科顾问医生阿马辛呢，他就认为我国医学界到现在对于 long。 长期官病依然是没有个足够的认知的。他告诉《新州日报》就说到，有一些时候医护人员他们只是用一些很旧的方式来劝告官病的康复者，包括说要他们物理治疗啊，要他们啊、呃，就是建立这个忍受力。但是这种建议对于 long covid 的病人来说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根据他们的研究，如果病人被逼得太紧、太快的话，就是忍太多，情况其实会更糟糕的。所以他就劝告那一些长期官病的患者，必须要很小心的去。 调整自己的节奏，如果觉得很累、觉得不舒服，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休息，然后再继续。嗯，那其实全球各地呢，包括我国，开始慢慢从这个官兵疫情走出来了，可是又有另外一个传染病的威胁，叫做猴痘。这一个猴痘疫情啊，在国外是已经迅速的呃爆发开来了。那像我们呃邻国呃新加坡也有很多病例，像是新加坡就有达到十六宗的这个通报病例哈。那专家就认为说，有一天哈。 这个猴痘还是可能会传到我国的。如果到时候真的入侵我国的话呢，这个病毒的传播程度，专家提出觉得是有两个大的因素。第一就是防疫疲劳，毕竟我国经历了两年的冠病疫情，很多人已经很厌倦厌倦被限制了哈。第二的话就是猴痘的污名化，因为呢，现在我们看到世界的一个情况就是呢，有一个就说呃同性恋、呃双性恋跟跨性别群体就比较多，都是呃涉及的猴痘病例。但其实呢，啊、呃。 专家认为。 任何人都是可能感染猴痘的，不管你是 LGBT 或是男男性行为者，如果被这个污名化的，那这个感染者可能他们就保持沉默，就不会通报，所以就可能会加快这个传播的速度。不管怎样呢，专家认为说猴痘传播可能不会比官病来的容易，因为呢，他的这个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至少他不是像呃这个官病那么容易的传播。对，所以可能会比较容易被控制了哈。那说回来，今天是九月二。 号嘛，星期五，我国有部分州属已经开始这个学校假期了，但是新加坡那一边的假期也是正式开启开启，所以马新这两国这样子的假期开始的话，伴随而来就是塞车的问题。新柔呃，就是柔佛的这个呃新柔床堤呢，就看到，尤其是入境去到新山方向，今天早上就开始堵车，截至一点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刚刚看了七点的时候的路况，发现不只是新柔场地，连马新第二通道去到新加坡那边的方。 像依然很塞车啊！有网民就是讲说，今天早上从狮城来到新山，竟然被困了六个小时那麼、嗯，太久了。对，那边他就讲到啊、呃，就是在通关的关卡那边，柜台也只有三四个在运作，所以整个情况就是更加加剧塞车，嗯、更加的不胜负荷。如果你塞在车笼中，请你继续保持耐心哦，只能这样子了。社区牵线。 嗯，因为你可能不是富豪，没办法搭飞机回来，<laughs> 你只能够开车、啊。夸张啊！刚刚说到富豪，是因为我们今天社区牵线要聊一个在网络上面大家热烈讨论的关于。 真正的富豪，哎，他们就有网名，他列出来哦、啊，他都说他自己个人的心得啦，他分享哈，T 二十富豪的一些特质，那、呃、大家就热烈讨论了。当中就有什么真正的富豪是不会要求 discount 的，对，那真正的富豪他有讲说，就是对服务特别要求很高，他如果服务不满意的话，就是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他不会再去崩惨了。那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趣的就关于穿着的部分，嗯、真正的富豪他觉得是穿着很轻便、很简单的，呃，甚至是短裤人。 每次拖都有啊，所以呢，这就是呃，如果你要看，可以去上网看一下大家在热烈讨论的这个话题的部分了哈。那 A 刚才有看到一个呃，这些富豪他们是不会做比较呃，去对富有的程度去做比较的，就是你比较有钱还是我比较有钱？你的包比较大<对>还是我的包比较大？而且他们可能食物要求很简单，不一定是高消费的餐馆，甚至他们可以自带饭盒。我突然间发现哦，我这样念下来，我好像是一个富豪。<laughs> 现在 vote 是不是要我们应该是有个心灵富足，就是已经是富豪了。我们应该是有个富豪的外在。<laughs> 观感，但是没有富豪的命。好了，这个刚刚提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些人他们自己的看法。所对很有趣，大家就在讨论嘛，所以我们就纳入今天社区牵线，<对>大家是可以继续讨论一下的。是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现在我问的就是哦，卫生部研究放宽戴口罩措施，你的这个立场是什么呢？我没有想到会差这么远嘞。怎么说呢？竟然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朋友是不支持的。 啊！哦、因为昨天很多朋友留言说，哎呀，不喜欢戴口罩，啊，其实可以拿掉了。哦、包括一些专家，像之前看到，哎，就是医学的、这个、顾顾顾顾顾家才是，他也有讲说，就是是是时候了。但原来高达百分之九十六的朋友还是不支持，大家还是有点小害怕了哈。那当然要等进一步的详情，还是要等卫生部长凯里的公布。好嘞，我是姚晨关杰，我是湘君。如果凯里有跟大家说什么的话，我们在九八八还是会跟大家说的哈，一定要留意这个平台啦。呃。 呃，要交班给峰哥喽，他已经在外面准备了。好，我们 <laughs> <laughs> 我们下星期再见。